飞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带你走。 我们先撤，把车停。OK，那走吧。我们到墨尔本机场。OK，我带你去更美的地方。走。你看看后面是谁？我有东西要送你。哇，这里好美。这里的梅树花，代表着你。 Morning.